常非常的不舍，但是也非常非常的开心。现在宝宝带着新娘来到了我们新郎的面前，首先我要请新郎，新郎要先跟宝宝鞠躬一下哦，别急别急。好的，我要请我们的今天最佳男主角跟我们宝宝拥抱一下。宝宝现在呢，要把新娘子的手交到了伯承手中，伯承很急哦，要迎接他今天最美丽的女主角。接下来的每一步呢，我们的伯承要紧紧地牵着我们新娘子的手，走上他们无限美好的未来。非常的高兴，再给我们的新娘子热烈掌声。伯承对志怡的幸福承诺，将在今天这一刻展现在所有的宾客面前。现在呢，在我们的舞台上要进行一个重要的交换戒指的仪式，有请到我们在场的一个重要的贵宾哦，陈牧师的仪式。钻石的白金戒指哈，哇，真的是很棒很棒。好，那现在就请新娘方的哈，大方的新郎不但是英俊潇洒，这个质疑非常的。志跟那个带到美国去做纪念，那容我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哈，这些字呢，这些书法呢有一位诗人跟杨。你不知道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有了你，生命完整的良好。小酒窝纠结吧，迷人的无可救药。我放慢了步伐，感觉像是喝醉了。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完满了。Though I know I'll never ever lose affection. 我们的舞台上呢，要进行一个捧花传承的部分哦。捧花呢，是我们新娘子的一个心意哦，她要将她的幸福来分享给下一个幸运的女孩。同时我们的新娘呢也准备了口袋名单给我，这边我要请新娘来念出她的这些朋友哦。来，台湾第一模特请上台，蔡二嫂，蔡二嫂，还有郭欣颖、阿欣、嘉燕。今天好像非常的有默契，是真有的答案哦，恭喜我们的新娘子答对了。我们酒杯举得越高，我们的祝福也就越深。当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起大喊要幸福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，要幸福！谢谢，谢谢各位宾客，谢谢我们的新人，也多谢新郎的各位满满的祝福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的新人以及双方家长将隆重的向各位亲友敬酒哦。
是要去哪去办事。三个月来回去两次的。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浪漫了。